在卡梅隆·安东尼以240万美元入驻休斯顿之后，球迷们对于火箭下赛季的期待也变得更高了。但是美国媒体却并没有给火箭这个面子，他们的夺冠概率不升反降，从原本甜瓜味加芒甜的 4.6% 下降到了 3.8% 的概率。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全美对于安东尼加盟火箭的恶意。在上赛季被雷霆效力一个赛季后，甜瓜的身价从尼克斯师皇帝直接变成了俄城的毒瘤。如今甜瓜以底薪加盟火箭，甚至还愿意接受替补的角色，可以想象他是憋着一股气无处释放。那火箭真的能拯救安东尼最后的生涯吗？七日安东尼最佳的搭档长西比卢普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近日，比卢普斯在社交网站上与网友们讨论了安东尼加盟火箭的话题，有不少的网友询问比卢普斯，安东尼是否如同美国体育专家预测的那样丑陋不堪。比卢普斯给出这样的答案，从卡梅隆还未加盟休斯顿时，我就已经听了不少体育专家们分析了一整天关于这几个人在一起打球的话题了，特别是卡梅隆他被严重低估了。但我始终认为火箭能得到卡梅隆是好事，他仍然是对位者最大的噩梦，因此火箭的进攻相比上赛季会变得更强。但问题在于防守端，我想火箭也会找到办法解决的，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从比卢普斯的话语中就可以听出他对于外界这样羞辱安东尼的看法有点不满，如今也是亲自为好兄弟挽回尊严。随后还有几位网友主动提到了昔日在掘金时比卢普斯和安东尼组合的成功西部决赛，以及基德和安东尼的组合，并认为安东尼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跟真正的控卫搭档过了，威少并没有成功激活安东尼，而现在他可以和克里斯保罗这样伟大的控卫搭档，安东尼不仅可以变强，火箭还可以走得更远。比卢普斯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大加赞赏，不仅是同意了这个看法，还点赞威斯布鲁克确实是一个打球霸道的控卫，但是在传球选择上不太稳定，而且容易在上头的时候选择自己单干，在掌控节奏和串联队友上和比卢普斯相差甚远。而且安东尼本身对于控卫的要求也很高了，因为他是纯粹的得分手，他只希望做好得分工作就可以了。至于其他串联队友，掌控节奏上安东尼并不擅长，所以在掘金和比卢普斯搭档时，安东尼可以说是随心所欲，一位大脑替他串联队友掌控节奏，他的得分工作就变得更有效率了。从火箭主教练德安东尼在甜瓜加盟之后的发言就可以看出一些眉目，他想让安东尼下赛季变成奥运瓜，而奥运瓜一直是这个联盟的传说，他的无球能力堪称顶级，尼克斯也一直想让安东尼变成奥运模式，可惜无能为力，就是缺少一个媒介，而克里斯保罗恰恰是激活甜瓜的关键因素。如今比卢普斯的话语也算是间接为火箭送上大礼，240万的甜瓜在别的球队就是鸡肋，而在火箭这里就是珍宝。也会证实一句老话，橘生于淮南则为橘，橘生于淮北则为枳。